爱丽丝，欢迎爱丽丝！真的，今天是公主变装大会嘛，好多公主都来到我们现场了。好，爱丽丝公主，好，看前面第一张可爱的，请给我们镜头。好，第一张是爱心，好美，好看的耶。好，第二张小花朵。第三张脚脚翘起来，手手比心，好，嘟嘟脸，太可爱了吧！好，掌声谢谢爱丽丝，你的气球好美丽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也是公主哦，阿拉丁里面的公主，对不对？好，小心哦。好，我看看她的头纱闪闪发亮，哇！好，第一招。好，第一招，前面有那个示范哦，爱心。好，第二招，耶！第三张小花朵，哦，比西西脸。好，要不要那一张？好，看刚刚的西西脸，再一次，有了比西。好，掌声谢谢公主。接下来，好，接下来这个是什么角色？小红帽吗？哇，小红帽来喽！走，往前走。啊，转弯这边，是不是看到一样跟你红彤彤的，对不对？它也是小红帽。好看前面第一张耶，好卡哇伊。好，第二张小兔子。还在看你呢，来吧！小红帽遇到小红帽，大红帽，好看前面，太可爱了吧！好，最后一张小兔子，小兔子，好，谢谢小红帽，掌声谢谢小红帽，哎，往回走，这边小心，来看看下一位哦。哇哦，南瓜狗狗哎！好，小心哦，感觉都可以飞上台了。这个是你的弟弟吗？不是，你的那个粉丝加一。好，看前面哦，第一张男，好，狗狗比耶，狗狗手手比耶了，没有，这是手上的舌头。好，第二张，哇，狗狗看镜头嘞，好专业啊。台上有两只狗，一只大耳狗。好，谢谢，谢谢妹妹。下一位是 American Captain 美国队长，好帅的面具，英文字母的 A 代表美国的标志。好，第一张，哎，他有戴面具，跑到前面，把他对焦一下。好，好，对焦完毕，来看前面哦。还挡住你的脸呢，那可能对焦到往下一点 ，OK。太帅了吧！最后一张，大力士，大力士，手都比大力士，好帅啊！好，谢谢美国队长。耶！耶！
要捣蛋，爱注意。野鬼的帽子上有尖尖的牙齿耶。好，第二张，哇，好多的牙齿，比鲨鱼还多，好恐怖哦。第三张，回眸啊，背影子哦，周润发，背发。好，来看一下前面，哦，这真的要看，哦，他要离场啊，没有关系。好，谢谢下一位蝙蝠飞进来了，哎。哦，他还会拍一张的，哦，他要跟马里奥拍，不好意思。OK， 还有没有？好，好开心哈，可以跟马里奥拍到照。好，下一位是蝙蝠，他要飞进来喽，各位小心哦，不要被他的翅膀给吓到啦。往前飞还没到呢，哎，变齐天大圣孙悟空。我往前走一点，小朋友要先走，哇，颜色很搭耶，压力啊，魔鬼，信梦，第二张，好，第一张，哇，好漂亮啊，感觉都在下雪耶，第二张，爱心，哇，看得都融化了，如果我是雪宝的话，好。刚刚问过了，他的武器是冰棒棍，要不要往前走一点点？对对对，还有因为他的眼镜的问题，所以看东西呢，看近非近。好，可以了，我先下来一下啊。第二张，这个奥特曼手上拿了很多武器哦。哇塞，第三张，奥特曼招式。掌声在哪里？好帅！好，谢谢奥特曼，守护我们世界的和平。接下来第二位也是奥特曼哦，奥特曼是不是有名字？这个奥特曼是什么名字？赛罗。哦，啊你那一只嘞？迪迦。哦，帅。啊你那一只嘞？白马玛丽昂。哦，不对，是玛丽哦。好，第一张。看那边，弟弟看那边，一二，看那边一二，指头渐渐比出来，好帅的渐渐哦，太酷了吧！好，指头比耶！好，第二张，我们请马里奥哥哥跟你一起，我们请果冻哥哥跟你一起。第二张，比耶，手手比耶，好可爱哦！我们的超级马里奥跟超级奥特曼合体。好，最后一张，哇，太正见了吧！好，比爱心，好，掌声给我们的奥特曼，我们的奥特曼要飞去日本守护和平了。好，下一位是我们的 Wednesday， 他的手，他的肩膀上那个是什么？有一只手哎。好美，好，第一张，哦，他连指甲也有做美甲哦。第二张，好，第三张，手手比那个魔鬼的姿势，吓前面的爸爸妈妈，啊，有没有恐怖？有恐怖，掌声给吹了。好，谢谢我们的 Wednesday。接下来橘色衣服的这个是悟空吗？超级赛亚人来了。好，先跟你说，他这个头发呢垫了三天三夜，可以再往前一点，我们再往前一点。好，看前面哦，太帅了吧！哦，他刚刚那根是真长吗？不真的，伸缩的。
好，第二张，手手比，你恐怖，你怪兽，怪兽连连。好，最后一张，最后一张要不要把棍子拿高？把棍子，超帅，这个好，厉害。好，看前面，好帅的弟弟哦，超级帅亚人。好，掌声谢谢超级帅亚人，往那边后面走，小心我还有尾巴呢，悟空。下一位超级高追的胡迪来了，哈！好，我们往前走，这里怎么那么可爱？好，停停车停，好看前面，阿瑟瑟比耶！我跟你说，一加一就是等于耶啦！好，二第二张，瑟瑟嗨，好可爱的牛仔。好，第三张插口袋，手手插口袋，帅帅的。好，摸帽子，手手摸帽子，这样子，手手借我摸摸帽。啊，好可爱，看前面呢。哦，他叫我们看上面呢啊。啊，朝着梦想前进。好，我们掌声谢谢胡迪，我们往后走。好，爸爸也可以协助帮我们的小宝贝安全的带下舞台。好，接下来进来的是，哇，南瓜人呢，他的南瓜披风，小心哦，手手还拿着大鸭鸭，往这边走，好可爱的小南瓜哦，好听，小南瓜跟他的好朋友鸭鸭气球拍照，第一张。第二张拉披风，把披风拉出来，哇，还嘟嘟嘴，太可爱了吧！第三张，好，手手叉腰，好，掌声给可爱的小南瓜人。好，南瓜弟弟，我们往回走，好棒哦，大拇哥，我们往回走，好可爱的小南瓜，这个是艾莎吗？好。好，我们的艾莎也登场了，小心，好，慢慢走，好，小裙子要拉一下啊。好，这一个是我们的艾莎公主，艾莎好像是皇后哈，安娜才是公主，我们的艾莎皇后，很缤纷的裙子。好，第二张，耶，好美。第三张，拉裙子。好，掌声谢谢艾莎皇后。接下来登场，这是什么公主？苏菲亚吗？长发公主也来到我们现场了。哇，真的今天是公主的大集合啊！好，裙子要拉一下哦，才不会绊到了。轻轻的啦，哇，很美很美，好看前面镜头。好，长发公主第一张，可以拨拨头发，啊、哦，好可爱哦。好，好，可以看前面。好，第二张爱心。好，第三张小花朵，好漂亮的公主啊！好，谢谢公主，谢谢长发公主，我们往后面走。那边，走马里奥那边，啊，往马里奥那边，有金币哦。哎，可爱的小牛仔胡迪来了，来走，跟 Mickey 哥哥走。这边这边，妈咪在哪边？啊，前面有小鳄鱼呢，往前往前。好，行。好可爱的牛仔，第一张，看前面。牛仔看这里，好，比爱心，比爱心，爱心。第三张 ，say hello， 这里嗨，跟我嗨，在这里，好可爱哦，好，谢谢牛仔。找到马里奥，你就可以找到出口了。
这个是仙子吗？两位要一起上台吗？好，奥特曼还有我们的花花仙子来咯。哦，我觉得妹妹有学过那个 model 走秀，哎，她在走的时候都是有节奏的。好，看前面第一张，好帅，仙子也好漂亮。好，第二张，爱心，小小的爱心，要不要帮你拿你的武器？不用哦。好，第三张，手手打开来，仙子的手手也打开来。好看前面。前来我们的万圣派对，哇，好有自信的走法，好挺，好，可以仔细的发现到艾莎的手上戴的艾莎的手戒指，好，第二张，看这边，看这边。脚脚可以稍微翘高高这样子，没有关系的啊，好漂亮啊！好，看这边，好美哦！好，谢谢艾莎，我们会找那个马里奥果冻哥哥，两个要一起吗？太好了，这个是什么装扮？鬼鬼装扮吗？不然呢？Coco 国度的 Elsa， 要注意到她的妆容。好恐怖哦！第一张，好，第二张，手手耶。好，第三张，哇，贴脸颊，好可爱啊！好，谢谢艾莎公主。好，接下来呢？小老板，好，好可爱。第二张，刚刚呢三位连续的艾莎，待会我们来请三位艾莎来合照一张。南瓜艾莎，好可爱。好，最后一张，哇，仙裙裙哎，好可爱啊。好，那我们请前面两位艾莎也一同到我们的舞台前方这边。国际艾莎交友会，好，看前面，笑嘻嘻，好，手手比出来吓前面的爸爸妈妈，哇，好恐怖，太可爱了吧！好，谢谢台上的三位艾莎公主。好，舞台呢有点问题，我们请工人来维修一下。好，我们上来，来来来来，小心小心。哦，这是我们的高级维修员，哪里坏掉？果冻哥哥坏掉了，可不可以维修？好，看前面第一张，再下去会坏掉。来来看前面，第一张，好可爱啊。好，伤脑筋哦，这个维修的工程有点庞大。好，第二张，把你的工具拿出来，好帅，好可爱啊。好，第三张，两个工具都拿起来。好，一把是美工刀，好，谢谢可爱的小朋友。哦，蜘蛛人，哦，那个蜘蛛人跟那个马里奥撞衫，今天才发现，好帅的哥哥，所以等一下上场的是弟弟，对不对？厉害，好，第一张，哦，可以拿一下墨镜，哇，好帅，好，最后一张，一个蛋，好，不然也可以吓吓前面的宝宝。稳重的哥哥，好，那我们可以先留在那。
看有没有要跟弟弟一起合照。好，弟弟来了，来到我们台前，他手上拿的是什么？那只叫沙粒，对不对？好可爱的小鸭鸭，好看前面镜头第一张，鸭鸭呱呱呱。第二张，要不要把墨镜戴起来？好，需要 Mickey 帮忙，我帮你拿气球，那你戴墨镜。好，来变身哦，好来哦，不用去海底捞也可以看，变脸哦，变。墨镜脸，好看前面，帅帅，手头比帅气，或者是造业也可以，哎，好帅哦。好，哥哥一起来拍好不好？哥哥，两个墨镜呢，好帅哦！来看前面镜头，一二三，耶！好，再一张，下前面的爸爸妈妈，哇，好可爱！好，谢谢两位哥哥跟弟弟，慢慢的走到舞台的右手边，下去的时候要小心哦。这个是哪位？猫小子吗？猫小子，哇哦！猫小子呢也参加了宝可梦大会，收集了好多的皮卡丘。往前走，弟弟往前走，走 ，Mickey 带你 ，Mickey 带你。哇，你手上的皮卡丘好可爱哦，几只？那是几只？一二三，三只哎。好，站在这边，好看前面，前面哥哥，好拍照第一张，手手比耶。好帅哦，怎么会有那么帅的小朋友？第二张，手手比西，牙齿痛的 Z， 啊不，小花朵，手手比小花朵，皮卡丘怎么攻击？10万伏特。好，我们请马里奥也来拍一张好不好？因为有蓝色配上蓝色，好，马里奥上半身去掉。看前面，好，我们谢谢猫小子。走了，走下去喽。他手上有好多可爱的皮卡丘。好，还没有走秀的小朋友呢，也可以到我们舞台前方。好，走秀呢，不只是增加我们幼儿的自信心。好，我们走上来了，这个是什么角色？彼得潘旁边的小精灵，我知道是谁。彼得潘，小飞侠彼得潘旁边的小精灵，如今已经长大了，亭亭玉立的可爱的小仙子。好，我往前走，来第二张，哇，好漂亮哦。好，第三张，哇，他的仙子棒哎，随着风飘逸。而且它还有翅膀哦。好，谢谢小仙子。准备好了吗？好了，上台喽。这个是有网了。这个林娜贝尔。好，我决定等一下回家把这四个字刻在我的手上。林娜贝尔往前，它也是有尾巴的哦。好，第一张，手手耶，好可爱。好，第二张，把他的小猫包拿出来喽，笑得好甜哦。好，第三张，万圣节的要吓小朋友，哇，好可爱。OK， 谢谢琳娜贝尔。你的唐老鸭也来到现场咯，嘎嘎嘎，唐老鸭看前面耶嘞，看前面这里拍一张，要不然跟马里奥拍一张好不好？哦，姐姐吗？姐姐哦，好好好，唐老鸭跟琳娜贝尔来一张。好，没关系没关系，他刚刚有拍到好多张的，来，我们往楼梯那边。 OK， 好，如果你今天也是没有报名，不过你有盛装打扮，你也可以到舞台。不用哥哥来，我再一次。马里奥。这很好哎，白色。来，要不起来，先来一起。
哎呦，刚刚那只小恐龙长大了，变成大恐龙了耶 ！Hello， 好帅的奥特曼啊！我先走，不用戴面具就好帅啊！走，我们走过来这边，我们请马里奥做一次示范，好不好？好，走秀的话是这样子，好。你在这边等啊、哦！我们来看看马里奥怎么走，他是果冻哥哥。来来来，好，走秀，从这边进来，好，然后走在舞台的前方，好，然后摆三个动作。第一个动作，小企鹅。第二个动作，变公主。为什么嘴巴打开呢？吃苍蝇哈。第二个动作，马里奥跳。耶呼！第三个动作十六蹲，你只要做个片段动作就可以了。哎，哎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不是真的要跳十六下了啊。好，然后回来的时候往另外一个楼梯走过去，这样可以吗？好，奥特曼 Go！ 你要的，这是你的好朋友吗？还是你们两个要一起？你要他先，怪兽先，然后之后英雄再下来，对不对？好，我发现他龙头一直甩我，跟我们家水龙头甩我一样。哎，可以上去了，我们一起上去好不 好？你要一起上去哦，马里奥要不要？全部的人要不要一起上去？好，那跟 Mickey 哥哥一起走。Let's go， 恐龙来了，还有奥特曼，好大只蓬蓬的恐龙。好，请奥特曼来前面一点嘞。好，第一张，里面有奥特曼的手势，哇塞！我以前他的那个装扮是到手上的耶，好酷啊、哦！恐龙也会奥特曼，恐龙骑士。好，第二张，看那边，看那边，第二张。好，有没有决斗的画面？你们两个有没有决斗的画面？专业，专业奥特曼，这个就知道已经追了好几集了，有没有？好，最后一张，哇，十六吨耶！掌声在哪里？好帅啊！六、七、八，恐龙没有跟着一起跳。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，真的十六下，太厉害了吧！你的脚脚好嫩 Q 啊！哦，你的脚脚还可以翻起来呢，头还会头顶的。哇哦，有学过那个街舞的。好，掌声谢谢两位小帅哥，我们往后走。乐乐吗？你说恐龙？好，恐龙，恐龙骑士，我们再一次这边。很帅的恐龙呢，刚刚那个龙哦，给我拍到龙的侧边，不要吗？好，没有关系，你要不要跟马里奥一起拍一张？马里奥，马里奥哥哥牵你，好，走去找马里奥，要不要？马里奥跳起来有蘑菇汁哦，拜拜。